首先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咏春拳的基本形态。一、手法。内门拍打，左中预备式，左拍打，力打掌心处，右冲拳，抹手扶手，左扶手准备，左掌向右腋下方抹带，右掌力打掌外沿，至手冲拳，左手中准备，右手沿中线冲拳，左掌斜向下压至右肋下方，进马冲拳，右手中准备，右进马，右冲拳，拿法，拿肘，左转马准备，右转马，左手向右上方提握，右手下按于左肘上方，至掌错肘，两手掌心相对预备，左掌向前上方推升，右手向后下方回压至左肘处。三段单练套路，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单练套路。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右摊左膀，左摊右膀，内门拍打，转马左膀，左捆手，右捆手，右沉肘左冲拳，左上马冲拳，左正蹬腿，左进马左冲拳，左进马右冲拳，转马摊打，双内门离手，二字前仰马。请看三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左捆手，转马与摊手绑手要同步，右沉肘左冲拳，沉肘冲拳同步，双肘靠中，转马摊打，转马摊手冲拳同步，双内门离手，肘靠中，手腕放松。
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双扶手，双扶手，右外门拍打，左拿肘，抹手扶手，掷手冲拳，掷掌错肘，绑手，右退马冲拳，右退马留中，右退马外门拍，左退马外门拍，双扶手，双扶手，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三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双扶手，肘靠中，臂向前，手腕放松，左拿肘，以腰带动身体转动发力，掷掌错肘转绑手，左掷掌以肘发力上托，左掌迅速放松，再做右绑手，右退马冲拳，退马与冲拳要同步，右退马外门拍，右臂以肘发力向前推进，拍击与退马同步。三段对打套路，现在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对打套路。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甲乙并步直立，二字前仰马，甲右摊左膀，以双扶手，甲左摊右膀，以双扶手，甲内门拍打，以右外门拍手，以左拿肘，甲转马左膀，以抹手佛手，甲左捆手，以掷手冲拳，甲右捆手，以掷掌错肘，甲沉肘绑手，甲冲拳，以绑手。
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右摊左膀，乙双扶手。甲乙双手有向前进迫之意，沉肩坠肘，手腕放松，无下按动作。乙左拿肘，甲转马左膀。乙以腰为肘转马，甲左膀手化解。乙抹手扶手，甲左捆手。乙抹手牵制甲双手，并以扶手攻击，削打同步。甲捆手化解。乙制手冲拳，甲右捆手。乙方制手冲拳，削打同步，甲捆手化解。乙制掌错肘转绑手，甲右沉肘左冲拳。乙制掌错肘形成合力，控制甲手臂，甲沉肘冲拳化解。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三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甲左上马右冲拳，乙右退马冲拳。甲左正蹬腿，乙右退马留中。甲左进马冲拳，乙退马外门拍。甲左进马冲拳，乙退马外门拍。甲转马摊打，乙双扶手。甲双内门离手，乙双外门离手。甲乙二字前仰马，并步直立。抱拳礼。现在请看三段对打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甲左上马右冲拳，乙右退马冲拳。甲直接发拳，乙借势退马冲拳，打手即消手。甲左进马左冲拳，乙退马外门拍。甲直接发拳，乙拍手借甲击势退马。甲转马摊打，乙双扶手。甲以腰部发力转马摊打，乙扶手封结，肘部发力推出。三段拆招。首先请完整的欣赏一遍三段拆招动作。内门拍打拆招。拿肘拆招，抹手扶手拆招，制手冲拳拆招，制掌错肘拆招，正蹬腿拆招，退马外门拍拆招，转马摊打拆招，现在进行三段拆招动作分解教学。内门拍打拆招，甲乙搭手，甲拍打冲拳。
以冲拳，加右转马拿肘。抹手扶手拆招，甲乙搭手，甲抹手扶手击以喉部。至手冲拳拆招，以上马冲拳，加至手冲拳击以胸部或颈部。 掣肘拆招，以冲拳，加掣肘，以冲拳，加蹬腿。退马外门拍拆招，以进马冲拳，加退马外门拍。 转马摊打拆招，甲乙搭手，甲转马摊打。